都打完了，你打几仗？五场啊。要不要去我们车道？等一下吧。好啊。我先看看这附近有没有火锅。如果刚刚没有，这边好像只有我们两个，可以。你要水晶都吃光光了。我刚刚附近没东西。你有没有打起作业？有啊，有十五分钟。我这边是蛮多只的，那你是？啊，还是在照一个字，刚刚。一个十三楼，和一个六四的大声喊。没事没事。对。还有一个，他没有提醒我。人人。喝那个。我是六四大声。六四六四。你要打还是打？打，我就打。你呀。给我个关卡很满。对，就说比赛关卡很满吧。都跟练习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水哦，已经大水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个是火焰弹射的，射的。我是练过火炉啊，开膛。另外就是五千，你这样跟我一样，应该一样。要打。先拍火狐是最不叫技巧的，只要不要冲出来的。你要看到这个吗？热带吗？加速三秒。